坐骨神经痛，腰椎挤压，梨状肌痛，不求人。坐骨神经操注意事项：一、务必空腹做操；二、双脚务必离地，每一式做30次；三、每天持续做，腰痛远离你。第一式：神龙摆尾。第二是蜻蜓点水。第三式挂腰，当你做完或者你不方便做，前二式可以挂着休息5到8分钟，一样有很好的效果。 Body, you're an old man, poor man.